场的好朋友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那我们也欢迎所有上半场的好朋友们，你们现在跟着我们一起去欣赏下半场更有趣的节目哦。等一下你们会看到一群像人家说的戴着面具的魔影来到我们的现场哦。当然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东光社区健康舞蹈班的曼英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你看所有的妈妈都有一组非常特别的感觉，他们戴着他们的面具来到我们的现场，看他们等一下变出什么的马戏哦。
我们的曼英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表演，来，有泪有泪。